然后他就是他已经睡饱了，从头喷到尾。我是说接下来有事啊！声音好像起床在打电动，你不叫我，他妈不去了怎么样？你不叫他是这种剧本啊，叫他就是雨这么大你继续啊，然后他倒头就继续睡啊，我就安静。那还是叫他比较好，就是被打一巴掌跟被打到遍体鳞伤。好像哦，你刚刚学过那个同仁好像哦。大家看了他二十几年，被喷了几百次了，不像也很难。我先抛弃你一下哦。好啊。怎么你要偷亲我一下？我要去别的地方讲话。好，拜拜。要哪，迪哥？他刚刚说要偷亲我一下，我突然很兴奋哎。抛弃你呀、啊！靠北、啊哦，靠北哦！操你妈，垃圾！操你妈，给狗干！关你屁事啊、哦！那耳朵长瘤是不是？长包皮啊！跳劈城啊！滚 ！Get the fuck out！ 徐子璇，你要跳劈城，你等下要死。所以我说现在，你是很欠我嘴。很久没有嘴了，被我嘴很爽。以前嘴你一两句就生气恼羞。靠北。气到不要不要，那是还没熟，那是还没很熟。他那时候哦，好气哦，气到。你那时候说他是智障，还是白痴，忘了。就很智障啊，自己烂还怪别人烂。我哪有烂啊？我烂吗？说人家烂，然后就生气耶。我哪有那么认真？哎，现在换你认真嘞！我有跟你讲，我没有认真啊，我嘴巴也是讲讲啊，我没有认真。那我是不是也是讲讲？哎，我被锤死了、啊。对啊，没有认真讲哦。好了，我们自己的不要计较了，以前的事就让他过吧。不要，我就说你现在提起，我现在又想起来了。没事，我还想不到啊。你赶快，小可掉下来啊！你赶快滚啊！你赶快去找别人玩啊！如你所愿。妈的，害我没捡到枪。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哦，拿旗子插他哦，干！旁边一直有人在跑来跑去，是洞哥你吗？那边多人，我这边好多人啊、哦！刚不是我啊，我在教堂的屋顶捡东西啊！操你的西瓜！那我这边是他妈西北多人的，半天的去。哎、欸，我操！他开门进来了，你要不要救你啊？我需要。哎、欸，我这边有人要上来了，怎么办？等我。我也看到两位。大弟，我们两个在隔壁叫我，可是下面有人，我没枪，你有枪啊？我有枪，我三把枪。我没有啊。妈逼啦！我的菊花也有人呐、啊，操你妈！不要过来啊！我要叫喽。操你妈！我去隔壁接。扛不住了，这些人。我这栋有人，怎么办？那你我去隔壁街，拜拜，大弟。我过不去了，我这边有个人问呢。干，没子弹了啦！妈，希望只有他一个人。干，大弟，他们来操我啦！赶快捡他的枪。等一下啦，你们再紧张个鸡吧！我他妈这边人一堆。我这边两只啊！他妈，等下就有子弹。哦，在我前面这一栋哦。哎、欸，有一个，等一下，我卡住了。大弟往那栋跑了，有人要来救我吗？现在好怕啊！哎，国栋在那，国栋。哎，不对，在我这边啊。建议你们不要再吓我了，我怕。我干了一个，我尿快漏出来了。倒一个、哦，还有，我这边还有，好，死两个，大街两个，大街两个，一个倒，一个还没倒，你那边还有啊，我打两个、啊，对，大街上，我等我，他在救队友，他想摸过来用散弹喷死我，我应该可以看到吧，过来了，我看到，老公，那是队友啊。那是你啊！是看到我吧，国栋？没有，就这里，这个屋子中间，房间里面。对。哦，我们
旁边还有啊？没有，那个是我，那个是我，他在那个房子车库里面，然后跑掉，跑掉。外面，外面。是的。我感觉今天最多人了。天哪！刚打倒两个。先补回血，快扛不住了。好紧张哦。哎、欸，空投在 P 城旁边而已。那我们去捡啊，走啊。先把这些捡完。你们都有枪了吗？有啊。我要步枪，有没有步枪啊？我要看一下，我刚打死人有吗？空投弹、啊，连子弹都没有，好废哦。那怎么是 P 又 K 啊？左边，这边，大概在这。还是我们继续收这里，也是可以啊。那个空投也才一个，这边的人不是被我们杀光了吗？看你们啦，我是看一下我杀人有什么。没有啊，因为我看在附近啊。可是我们好像也没有车过去捡。这好像可以直接把家人投粉龙边。他这边有 M16 啊，有没有没步枪的、啊？来我这、啊。没有。我拿 AK， 我拿 AK， 把东西拿。聊天是在聊什么？我可以参与你们吗？就是知道我们可以有个互动啊！不要说我都不理你们啊！你说空投在哪个方向啊？可以跟你们互动吗？黄点那边。嗯。然后你想冲是不是？我想去摸摸看，反正这边人没的话，走啊，姐走啊，那姐不是要睡觉了姐？你还不睡？你不是副本打完就要去滚去睡了？点吗？我没看到，我哪有丑女啊？那附近啊，在上面是不是？因为我没有很注意看，就那个角度就对。对，刚在打到一半的时候，我有看到在那附近。我位置在房子后面啊，所以这个位置看不到。你睡你的，我睡我的。他、啊、不是要说要去哪里玩？澎湖玩是不是？澎湖是多少？20000就够了吗？可是澎湖不是很热吗？哪需要这么贵啊？干澎湖20000，你抢啊！他妈是去澎湖住一个月是不是啊？不是5000就好了吧？带两万就够了。他说带20000就带两万就可以玩的。带两万都可以去这样玩澎湖妹是不是、啊？都他妈都可以去日本了，还去澎湖干嘛？两万去日本会不会太亏啊？太少了。你是要看你要买什么吧？冲绳20000。那你又没有要泡浴？女生旅游跟男生旅游的花费价格是不一样的。那你去澎湖是能买什么啦？不要闹了喂！你要买澎湖名产避孕套吗？哎、欸，有 SKS 有没有人要？澎湖名产是避孕套。要讲多的，要反正晚上没事做就都没有哎、欸。哎呀，喵国讲，两万。不用 SKS 啦，不用。我没有，因为我们离你很远了。你不要、哦、哇！国栋等一下又要死了，我要先去等他。不是，我找不到，不是没人的。我找不到空投啊。栋哥算你一个在那啊，我们全跑。栋哥人会动啊。上面有人。没有，在这个坡的下面。日本在下面一点，我不知道，好像在上面一点吧。日本来回两万，这他妈太远了吧！来回包住宿20000是不是？现在原来出去玩那么便宜哦，20000可以玩澎湖妹吗？澎湖妹，可是澎湖妹都很黑、欸。但你们刻板印象是不是、啊？没有，他们真的太阳太大了。肯定玩过，抓到。我没有玩过，我是认识澎湖妹。现在流行小麦色，好不好？看你的哪一个找不到，东主播。敢问你是哪一个部位小麦色啊？没有看到呢。那动作算了，走回头路吧。还不小麦色皮肤啊？哦，在什么地方小麦色？不好说。晒鲍鱼？谁他妈在那边晒鲍鱼？20000可以去日本玩哦。真不是普通的饵哎、欸。对，我吗？是那个哎、欸，是那个王阳明山下智久说晒鲍鱼、欸，说咪他外翻的那个人，你记得吗？男人，他耳好不好？那你怎么都记得这么清清？因为
因为动主播第一次回来喷人，就是先喷他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喷人，不是喷那个外翻的吗？都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。对啊，他那么恶，他把龟狗那群女生都恶走了，都是他的。哦，你刚进来就听到两万玩澎湖没有？不好意思，我的聊天室素质就是那样。你们进来，你们如果真的有人进来，不要认真啊，不要跟观众认真。如果有女生进来，不要认真啊，因为他们都丑女啊，他们都心胸不够的。对，他不是，他们都丑女啊，他们很奇怪啊，就是、对女生他们就有一种偏见啊。摩托车哎、欸。赶紧骑回去，骑回 P 城。可以帮我跟乔乔说，可以唱一下流行歌吗？想听谁是老？谁是老大？下面不就差不多？女生可以仇男，我们就不可以性别歧视，操你妈的！我没有说女生可以仇男，男生不可以仇女啊！你敢放试试看，张馨予？干嘛还要放歧视题？他又要吵了。笑死！不能放吗？这多想骑啦！不可以放吗？不能放。想放。女生可以当东主，男生就不可以当王子。我没有说男生不可以当王子啊，男生可以当少爷啊，可以当男船啊，可以当经济啊，为什么要？唱一段就好，可以吗？不行，给我闭嘴 ，shut the fuck up。东主播，你不要往我们这边跑过来啦、啊。可是你那边好像安全区、欸。他那边不安全了、啊，他那边抓拉链。那你不要动。东主播，我们要回去了。女权自助餐。他那边在轰炸、欸。好啦，台女就没事没事，台女就是。台女就是贱啦、啊，这样可以了吧？不要再喷我了，好不好？飞车，没事。这个跟那个自以为是老司机的不太一样。去城里吧。我是说台女，你们不要把自己当台女嘛，你们比较高嘛，不要自己把自己的那个好不好贬低好不好？我是说台女就是这样。好，在这边放我下，我是屋顶。台女不是台湾女性啊，我的意思是。半台女是什么？你不要凹啦！台中女性是不是？你家连南北都要站了是不是？我是说台南女性啊，这有台南女性。哦，站南北，站南北，站南北，站起来！好扯哦，丑女就算了，又站南北，好扯哦。好了，我不回答你们，你们聊你们的，你们聊你们的，我不跟你们聊了，你们聊你们的。姐姐是新竹啊，所以她不是台北、台南、台中啊。所以你没有找到那一包吗？没有，找不到，到连箱子都没看。再去搜一下好了。对，台女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，我要怎么去形容？你问聊天室比较。台教的女生。这样。对。原来是这个台、啊。嗯。是这个他 po 的这个吗？不是，我去看一下。台女就是台女，为什么他们说台女？就是有些女生普遍就是哦，一定要他妈有钱、鸡鸡大什么什么的，然后自己的条件又没有很好。不是你两个要有一个啊，是。等一下，台女不是台女没有贬义词吧？台女有贬义吗？稍微有一点。哎，你的台女的范围是？哎呦，你现在这样问我很紧张哎。没有没有拿狙啊，我有补偿器。讲话好好讲啊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哇，很凶很凶，他想干死你啊！哇，操你妈！被炸死啦！有个傻屌不是说他不会被炸吗？他妈的，又要收被人家打一拳呢。哎、欸，救我救我救我！跑过来救我！你哪？我在草里面啊。你骑车，骑车去载我。我骑车去载，操你妈！我骑车啊，白痴哦、喔！好好好，啊！救我救我！我趴在这边跟大便一样啊！那、啊、你不是说你不会被炸的吗？不是啊，哎，你要立车哥进来才会被炸吗？天打雷劈啊！说错话了，你要立车哥进来的大哥，不是要跑來？你说我去是不是？看谁先。